应聘用很久来了，请这位老板，预备，加油，加油，北市角的老板谈哦，好，谈起来，姚振文一秒，哎呦呀，谈起来，姚振文一秒，哎呦呀，老板，一秒落地，要跳起来呀，要跳起来呀，哈，来再一次，要稳住哦，哎。都跳不起来了，对呀、啊，因为别的礼物我们送你防晒的，哎，不会，那是他们家的，嘎基耶，嘎基耶，那就不用了，防晒送给我们了，这个送给你好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你一样白，像小贤呐，好多了哈。小贤，谢谢。我喜欢晒啊。小贤出的书呢是晒黑的嘛？对，教你怎么助晒的骨头色很漂亮。那也有讲防晒是擦脸。对，那一般年轻人，因为中国人就讲说，一白遮三丑嘛。啊，对。其实晒黑晒均匀是会很漂亮。对。所以年轻人观念慢慢在改变。对啊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你看这个也都是受到明星的感染。对。不过现在的男明星、女明星都晒得很黑。你俩拍到模糊，也变垃圾垃圾。对。你俩拍到碎，都是健康健康。对对，像我们就是。算健康的啦，哪里呀、啊？从哪里看？今天有拉萨拉萨，来哦，瓜哥，所以一白遮三丑啊，原本丑的晒黑就漂亮喽。对啊，对啊，像如花如果晒黑啊，你感觉健康吗？对，就像小甜甜如果晒黑的话，就会感觉比较健康。对，我还有比自己的性感，对对对，哇，太喜爱摆 pose 了哈。对啊，小甜甜如果晒黑在山里面就不容易被打到。小甜甜来来来，你来跳一下，预备，工作人员不要遮晒，加油，明天过后。仗啊！不愧是灾难大师啊！又不是马到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你怎么会跳不起来呢？小甜甜，不要把我们弹簧弄坏哦！脚要合起来。对，对呀、啊，脚要夹紧呐！脚一直想要开，能他吗？脚一直想要开，能他吗？干呀！他喜不干表呀？干完。慢慢克服他哈，江明威，好，高小姐，高小姐也是做防晒啊？啊，没有，出来跑里头不？啊，很少，很少。那不你做什么头？哎，做成衣的。成衣啊，做成衣哈。你刚好有空来了哈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来玩嘛哈。要养小孩吧？哎，两个，两个，辛苦的妈妈啦。对呀、啊，那是一样还2000嘛？2000起跳，希望跳得过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。冲锋啦！对，安尼好，即马四千啊，继续个跳过，预备。8000啊！加油加油！妈妈赚8000回家啊！哦，越来越高喽！预备，要用力跳一点点哦。8000到6000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6000块，加油！用力跳，站起来！哎呀，谢谢！好，站起来！哎呀，谢谢！好，不要拜天公哦！哎呀，哎呀，哦哦！哎，恭喜！恭喜！2000，好，拥抱，谢谢，好。礼物，拥抱，还够2000的哈，再够2000，要2000哦。你有力度，啊，谢谢，刚才，谢谢，谢谢。